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是有共鸣的，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。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，黄子霞真的，我觉得《青春行》对我最大的挑战跟压力是去现场特别的兴奋，导演就夸我了，就大家都夸我了。我还没结婚呢，不能叫老婆吧？他们也是女生，怎么能叫我老婆呢？